等一下再写啊，好吗？等一下。好了，可以切了。好，可以切了。哦，没有那个了，没有那个不，手，三个都有了吗？第一不个是是。刚刚那个太短了，那个锁的锁定功能的那一个，现在就锁定了呀，你现在不是一直在拍吗？我现在就锁定了呢，现在不在让拍。它就是有那个闪电的那种感觉，能。那你要等哦，它要出来那个发亮的时候，它才会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动物出来。那现在不知道，现在出来了它才会杀它的。好的，那就可以了，谢谢，你看，现在对。谢谢你。